心凌登上浪姐三舞台后，有出不少王心凌男孩、王心凌女孩，甚至是连王心凌妈妈都出现了。而在三日播出姐姐们的首度公演，主持人谢娜再封一个粉丝为叔叔，瞬间在网上掀起热议。叔叔听到了，一直在喊 王心凌的叔叔听到了。有人表示王心凌当下表情微笑，但略显尴尬，认为谢娜是在暗指王心凌老。也有人提及谢娜年纪也不小，而王心凌粉丝都是80、90年后，喊别人叔叔不太合理。而且镜头切出来的画面看起来都很年轻，可能想开玩笑，却莫名的让人尴尬。除了叔叔桥段，还有后面的睫毛弯弯，也是让不少网友不买单。王心凌说她很会刷睫毛。有没有帮你们这个同队的朋友刷睫毛呀？直言谢娜可能就适合那几种个人节目，大场面的控场能力还是不行啊。只是变了个发型，换了身衣服，就有点认不出台上的谢娜。但拿起麦克风，一举一动又回到了大本营的舞台。看来谢娜还是原来的谢娜，直呼谢娜为冷场女王。不过也有部分网友认为是粉丝太敏感，觉得谢娜被骂得太无辜。